媳妇今天回娘家了，我给自己安排点好吃的。嗯呀，辣酱忘拿了。好小子，趁我不在想吃独食。你别笑。呀，筷子呢？我记得我拿筷子了。这记性。小样的，今天我就给你点教训，让你知道吃独食的后果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红烧肉蘸辣酱也太香了吧！有人。吃饺子蘸辣酱也是嘎嘎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双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呢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饺子当蘸酱，炒个菜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块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吃饱了，我得先撤了，筷子可不能被发现。这个家我啥也找不着，这个筷子还搁哪儿藏呀？我红烧肉呢？我鸡蛋呢？我饺子呢？谁给我吃了呀？谁呀？这是啥呀？吓我一跳。你别笑，我没在家，你被我吃这好吃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吃呢，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吃了呀。这是，哎呦我的妈，姐，我让你吃不了东西。